好，我正峰。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后方有一台我们翼森最新的 UV6090i？ 那它呢，基本上一样是双喷头系列。那它所采用的喷头是我们 Epson i3200 系列的喷头哦。那它比我们以往的6090啊，或者4060啊，它们印制的速度呢，更加来的迅速。那它可以印刷，还有一些特别，它可以印刷像我们的圆柱体的酒瓶，我们纪念酒瓶，或者是我们还有保温瓶，有没有可以看到印制我们圆柱状的哦？那当然呢、啊，它一样可以印制我们的广告文宣啊，或者是我们广告笔，以及我们的像我们李正平的口罩盒啊，或者是钢瓶啊、酒瓶类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我们这台6090i 的印制过程吧。Let's go。好，各位刚才应该都有看到我们的整个印刷过程，是不是跟我们以往有差别？它印制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。欢迎各位对我们的数位印刷设备有想要了解的，赶快跟我们联系哦。